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会儿呢，刚刚给这些小猪猪们卫生搞好，搞了一下。铲屎官的工作也确实不容易啊。每天的话，都要把他们卫生搞一遍，搞得干净一点，他们就住得舒服一点。那顺便把他们都放出来，放放风，看这些小猪猪啊，一放出来呀、啊。多开心啊！跑来跑去的啊，找同伴，成群结队的，嚯，都躲在这里呢。里面那只没放出来的是快生了的哦，所以就不放它出来，省得磕了碰了的啊。猪猪，你看，放出来的就。躲起来，他们就是胆子很小的，就是荷兰猪的胆，它的胆子是比较小的，然后一点动静呢，马上就躲起来了。看，成群结队的，还是待在外面比笼子里面好。看，放出来多开心呀！每天都要这样子卫生搞一下，然后放出来溜溜，给他们活动一下，怎么样？这样走起来是不是很像猪啊？因为它又能吃，白天吃黑夜吃，所以就叫猪，可能是吧。这几个都聚集在这里，感觉好玩吧，比在笼子里面好玩哦。东张西望的，